胡老师最后训你一段，训你。通过今天来到这里，然后很多东西的结点开了，我来到这里也是为了我们未来的这个宝宝更好，所以说不想在这最后几个月然后产生更多的一些矛盾，让我们整个家庭好起来，所以说这也是我最终的一个初衷。我觉得今天来到这里找到了答案。好，谢谢。我还需要考虑一下吧，考虑一下他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对我好。请亮灯。你自己选择是走回去还是在这坐着？走过去。啊，行，你小心点就行。多运动也好，生去吧。